我不准你讲话。哎，给他放开！我是无可能会接受你的。是因为张正南，是因为张正南对吧？这跟正南无关系，这跟林浩然都无关系。恁个真清楚，我一开始接近你，只是为着想要去对付曹凤，还跟我讲音乐。 啊！既然即摆我也无第一件大事啊，咱自然就无必要过来往。对安尼，你若无啥物话要甲我讲，有，我欠你一句实的。你明知影我是咧利用你，煞心甘情愿互我利用。我毋知影你是真心介意我，啊是只是想要伫我的身上去弥补你对初恋的遗憾。你这样区别你。 你不可能，你不可能，你讲白痴！这是事实，这个人真凶，你咪不可能，我对你两个仰慕。我爱你，我爱你啦！你肯定真爱啦！我爱放手，是想爱，想爱。放开！想爱！张振南，当当一个会长，你路边去有查某人，你哪会这么袂见笑？ 走，若无叫警察给你抓，叫我去甲你骂，看你搁落回地好走啊！你哪会伫遮？伊伫恁家，民国开始搞啊！你讲话放较重点的。左统统因为闹天，要对亚芳提告，阮伫楼顶铺路边仔顶。你就是头壳袂正经，无怪，才对亚芳做这款垃圾来。亚芳，我爱你。 我爱伊，这安尼做的啊！亚芳无爱，伊袂去爱的是咧想要伤害伊查某。你看亚芳条条是我讲的，你都毋知影。请你离开，莫阁浪费时间伫亚芳身上，啊毋对，请你莫阁来浪费亚芳的时间。亚芳。 这嘛是我唔对，我无应该头家甲你离婚，后来想要甲你挽回，阁想伤多，拖拖刷刷，才会互你去抓着老情缘。我去，我无够珍惜你，我惊老情缘真正欺负你。 好，家在我人伫遮，若无真正毋知发生啥物代志。是嘞，害你为着我遮尔紧张，我毋过你放心，即摆已经无代志啊。嗯。其实，既然已经离婚啊，就无啥开腔啥。 就算伫咧婚姻当中，嘛无想你所爱搭着相一世人。虽然之前你有做足侪对不起我的代志，啊，毋过你替我动心机，搁安尼一届两届替我改位，所以即马到底是我欠你，还是你欠我？嗯，无毋对，我叫你几啊侪届，应该是你欠我。 我，互你欠，后世人还我。哦，咱即世人还阁过了无够坎坷，阁咧想后世人。我欠你一个完整的幸福，即世人我是做袂到，干那用后世人阁还你。为着后世人会用拄着你，毋管是你欠我，还是我欠你，拢无要紧。为你，咱就是没完没了。 我有遐尔多，即世人会当好好过就袂歹啊。嗯，为滴我拢会滴。